们刚刚有玩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玩啊，因为他排很久啊。排很久才能玩。有可能是他排到那个倒数才是。说你要在那边等你们。哦，不防水，但是它都不坏掉，让我换手机，赶快坏掉吧！你要让它坏掉？你要等一下，爸爸，爸爸！及身体不适者，请勿携带食物及饮料。怎么办？身高超过90公分的儿童，需有大人陪伴方可乘坐。善战的勇士们也希望可以一睹公主的风采，并且获得她的青睐。